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讨论一个在上个月呢，商业周刊的一个标题，叫做"从猪舍创业到新首富"哦。那这个呢，这个新的台湾首富呢，你长看一下他的长相哦。他说呢，他用一堆没有人抢的极乐订单，什么叫极乐订单？就是小小的订单，一点一点的。小小的，不是那种大单的订单哦。然后赚出呢，超越科技股、金融大亨的股价哦。那净利率啦、盈利率啦，还有毛利率哦，都赢过宝城还有丰泰等等哦。他呢，在封面里面说，30年称霸全球的就是一个认命的哲学啦。那华丽创办人张聪渊，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创业成功人士。他说他只是一个鞋匠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叫做认命的哲学哦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上周的几个内容，我们稍微呢把一些东西揭露出来哦。那首先呢，他呢这家公司哦是在云林哦，这个一个国小的旁边。那旁边呢其实都是稻田的哦，一个占地大概1公顷的厂区哦，挂着良心德协鞋业招牌哦的这个老工厂哦，那其实呢，他也不讳言的说，其实以前哦还没有盖鞋厂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一个猪舍哦。在这两座工厂里面呢，随着母公司呢已经西进了中国，那台湾生产线呢大概都停产哦，只剩下一些这个打样的产线呢继续服务的客人哦。那其实呢，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农村里面的这个小工厂哦，孕育出这个台湾的新首富哦，这个张聪渊，然后呢，也是全球第二大鞋厂哦，华丽实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哦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厂区就在这哦，真的呢，旁边都是农田哦。富比士呢最新的公布呢，台湾50大富豪的排行榜里面呢，这位这个云林农夫的子弟哦，迈着鞋业首度入榜，是以这个新台币4000亿元哦，4000亿元的身价呢，挤下了我们之前的首富国泰这个金控的董事长蔡宏图哦，富邦的蔡明忠等等哦，成为台湾的首富哦。那郭台铭呢，现在是第六名哦。那这个鞋业的这个霸主呢，到底是谁呀？到底是谁呀？我们继续看下去哦。那原来呢，这个华丽集团呢，在4月26日的时候呢，在中国的 A 股挂牌哦，那股权呢是集中在这个家族的这个手中哦，高本益比、高市价比哦，因此怎么样呢？在这一个揭露股价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呢，他呢跟妻子哦，担任公司的副董事长的这一个儿子、长子哦，还有这一个长女副总经理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一个家族的成员呢，拥有整个鞋业的这个股权呢，高达87% 哦，这个数字蛮有趣的哦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股权这么集中哦，价值估起来大概4000亿台币哦，也算是一个串起的新股王的一个首富喽。OK 哦，好，那他呢，没有说什么特别，他什么厉害的哲学，他就是追根究底，给他做下去就对了啦。哦，他说呢，只有你呢，没有比别人做得更有决心哦。那所以呢，就是认命。没有钱的时候呢，就过没有钱的日子哦。那以前呢，是猪舍低调哦的环境哦。哦，那不如别人嘛，就把这个钱呢，把这个钱呢花在设备上面哦。所以原来呢，这是一个把这个别人吼，不要的市场变成黄金的故事哦。它崛起呢有三个关键，第一个呢是把这个猪舍变成工厂，第二个呢做一个百年的老鞋，然后呢把一个破品牌呢行跟一个全世界的知名品牌做合作，创造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市场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早期呢，它一开始呢就在这一个
云林这个地方哦，买下这一个猪舍当做工厂哦。那一开始当然就是没有钱哦，没有钱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哦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啦。他说呢，36年前呢，全球鞋业龙头哦，这个联聚贸易哦，这个 Gunn Box 董事长呢，姜伟伦就曾经呢踏入他这家工厂。他说，为什么你这家工厂呢有一股这个猪的味道啊，OK 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他说呢，这个真的就是那时候呢养猪留下来的这个味道了哦。那因为呢，这他觉得环境不如人，所以呢，把钱都花在刀口上哦，因此呢，他都买这个非常棒的这一个设备哦，来做一些比较这一个品质呢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哦，OK，好。那现在呢，基本上呢，他已经进军大陆了啦，哦，跟着我们的鞋业的这个龙头呢，宝成呢，都已经慢慢的过去喽。OK，哦，好，那我们慢慢的看下一个，对于他本人的一个专访。好，那他其实呢，在这个记者问他一些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一个成功的秘诀的时候呢？他说呢，他就是认命认命了哦。基本上呢，这个决定了一个方向之后呢，就用力的去做哦，把这一个做鞋这件事情哦，做到最好哦，做到最好哦。OK 哦，好，那这个记者哦。这个问他说为什么要这一个接受专访啊？他就说为什么不可以呀？哦，这个我想呢，你的工作怎么样哦？应该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一个事情把它跟各位呢聊一聊。那为什么记者会这样问？因为呢，这几十年来哦，其实对这一家公司或这一个老板哦的这一个。消息真的是非常的少，非常的少哦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消息啦，就是呢，在这一个之前，他帮助过越南的12岁的女童跟5岁的男童哦，这个来台就医，就这件事情而已，哎，跟他这个本身的经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哦。他说呢，他就是一个无聊无趣的人呐，哦，因为呢，他想到这么多。就是被冠上首富呢，心里就是毛毛的，而且他说这是纸上财富哦，因为呢就是股票嘛，OK 哦，他喜欢这个切切实实哦，这个去做一个这一个事情的感觉啦，OK 哦，他说呢，他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哦，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而已哦，没什么厉害，然后呢做鞋子做到这个世界最好，OK 哦，好。那他这有一些人生哲学哦，他说呢，我的生活呢非常的平淡，社会关系也非常的平淡。知名是这个企业呢，有钱的人哦，帮助我，我一定会回报。但是我没有经营社会关系，我也没有办法高调，大家不认识我。但是呢，我公司附近的人我都认识，我不认识的我也没办法跟他打交道，我很认命啦。所以他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人哦，也不会这一个做一些公关哦，他就是什么，朴实的想要把这个他的鞋子哦。做得很好的那个人，好，那他说他一心一意的做鞋子哦，把一些不良率的这一个原因把它找出来，对这个鞋子的热情可以把所有呢事情都排开哦，专门把这个鞋子的事情做好了哦。他说他也不去 KTV，也不去喝酒哦，那大部分呢这个。朋友要找他的东西呢，也都是觉得自讨无趣啦，因为他就是喜欢工作而已啦。哦，好，那 Nike 呢，给他做了什么东西呀？第一个就是在华丽的部分哦，最大的叫做加流鞋厂哦，这种这个鞋子呢，不良率高，而且呢又要用这一个锅炉蒸鞋子哦，安全的这个控管压力很大。别人不做呢，他为什么要来做？他说呢，就是因为呢，他有什么环境就来做这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因为他呢不是最早做或是最内行，但是呢，他可以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排除掉，把它做得最好。所以呢，Nike 就愿意给他。OK 哦，好，那没问题啦，一做呢就是做了30、40年哦。OK，好，这也是他呢成功的故事哦。也就是说。
他呢找一些别人先不做的东西，做到最好，然后赢得呢客人的这一个信心啦。OK 哦，好，那这些呢是到了一个，这些慢慢的呢，很多的都西进了哦，工厂呢都慢慢搬过去了哦，那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国外的干部啦哦，然后呢怎么样呢，都要在一些流程上，包括技术啦、配方啦、流程哦，都是会外流的，所以基本上呢，怎么样呢，要考虑到呢。跟留台湾又可以呢，这个工厂在大陆哦，做出更好的这一个产品，可是呢又不会怎么样，又不会呢让这一个商业的机密或是一些重要的东西被窃取哦。好，那另外呢有回馈的一些这一个员工的一些机制，这个是一些感恩的心情哦。好，哎。那这边呢是一些记者对他的小故事啦。他说呢，你呢生活这么无聊哦，为什么会去买地保啊？因为基本上呢，很多人呢不知道这个人，可是知道有一位好像呢云林来的这个土豪哦，来台北买地保了啦哦。他说呢，其实他只住过2次了哦，因为本来很节省哦，但是住在乡下常常要出国。如果呢出国的话呢，回来住在台北也比较方便。而退休的话呢，在台北的生活呢也可以呢有得到这个照应哦，乡下的一些亲戚过来呢，都可以哦过来，或者是让这个父母呢可以住在比较好的一个环境里面了。OK 哦，好，那另外呢，对于他未来对这家公司的一些这一个计划哦，他是什么呢？他说呢，很多人都有人生的目标、愿景、计划了哦。他做到这边呢，都是顺着市场的需求呢，社会的需求哦。那客人呢，如果要他做大一点，他就扩厂哦。想要做什么，他其实也不知道。就像呢，他去了大陆，去了越南等等哦，好像呢，都是因为这个环境哦，需要他这么做啦哦。好，所以他说，作为公司的负责人，对员工、客户的负责，必须要跑业务等等哦，该做的就要做，该回馈的就要回馈哦。他说呢，他没有计划，未来呢，可能还是在台湾、中国、越南等等哦，还有这个多米尼加做的一些事情哦，继续做哦。他说呢，不能说他是企业家，只能说他是一个鞋匠，他忠于工作。做应尽的这个任务哦，好，这个呢是在我们5月的商周哦，讨论一个我们台湾的新富豪。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边。